山沟里面那个河边上有一块黑色的东西，黑色的东西我也不敢确认是不是人。然后下来以后，我就用手机把那个视频拍照的功能调出来以后，就拉近距离以后一看是个人，然后我就下来喊了几声，大声喊了几声，喊了几声没有回应，我就基本确定应该是他，我就赶紧就把那个车上准备的那个救生绳拿出来以后，就把绳子抛下去以后绑到腰上，下到那个谷底以后，当时这个小周看到我们有人下来了，他转了个身，我才确定他还活着，然后我就安抚了一下情绪，让他跟着我一块儿用绳子又给他牵上去。然后那个牌子，这样他去外可能性率会降低。啊，谢谢。对，感谢感谢。以后我跟他家乡给他找去。对，家乡管看他们看后呢。